他以前跟我们同事过，他又是这个劳工所的教授，对劳工问题很有研究。还有一个重点，他是云林人，还有做过嘉义县的主任委员，又在嘉义市选举过，等下对云嘉地区、中南部地区，他应该算是比较熟悉的了。那么，所以请他来帮忙，不是正好吗？